本期视频讲擒拿功里的腿功。擒拿腿功主要用弹力带练习，包括错踢腿、正蹬腿、撩鹰腿、后蹬腿、插崩别腿、转身条腿。那么具体该怎么练呢？这叫错踢腿，与戳脚里的腿法相似，快速提膝踢腿，前脚掌攻击对方小腿。第二个腿法是正蹬腿，与散打正蹬脚动作一样。第三是撩鹰腿，向前提膝，画弧线向前上方快速踢击，力达前脚掌。这是后蹬腿的练法，由于脚上缠了弹力带，身体平衡不好把握，可以先跪膝在垫子上蹬腿发力，眼睛朝后蹬腿方向看，熟悉之后再站立练习，左右腿交替进行，蹬腿后要会控制回收。这是插崩别腿，上步转身，脚尖点地，同时外旋蹬地发力，弹力带要绷紧，两腿交替练习。最后这个腿法叫转身条腿，两脚前后开力，后脚上步脚尖。